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湖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，结合当前疫情防控形势，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研究按程序报批后，决定自5月20日起，将我省突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一级调整为二级，并相应调整完善有关防控措施。